觉得就是蛮冬，比较冬天一点。然后粉色是比较就是早春，然后呢比较适合出去玩的时候穿，我觉得蛮美的啦。就如果你们要去户外的话，拍照应该蛮好看的。然后去长辈家过年啊，穿这个讨喜耶，而且你会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别人可能会穿红色，然后你就穿粉红色这样子。就是这种彩色，这种色织，然后它是有那个球球的，你们看一下球球，有很多不同的小小颗的球球，然后它本身是做 V 领的，它是一个毛衣的设计。那我觉得这款呢比较适合 S 号跟 M 号的人穿，因为首先我觉得是因为它的颜色跟它的蓬度，还有它的厚度比较适合上半身比较薄的人穿。我觉得它的这个材质跟它的织法比较适合上半身纤细的人穿。虽然它不是正红色，因为我觉得正红色有点太，就是会有时候如果穿不好会有点老气。可是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就是我们年纪比较小啊，然后觉得你好像今年过得很有活力的感觉的话呢，我觉得这款粉红色的这个很可爱的这个毛衣很适合你们过年的时候穿。